你好。哎，那个。这么晚了还麻烦你，挺不好意思的。家里哪坏了？就是我刚才想煮面来着，但是突然打不着火了。你先进来吧。啊，行，我看看。哦，用换鞋。不用换鞋，不用换鞋。啊，那个衣服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突然这样了，还是怎么的呀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行，我看一眼吧。哎，你这电池是不是没电了呀？电池要有电池是什么？电池是，哦，这个其实是电打火的，它得有电池，完事它一压，它就那个就能打着。啊，有电池啊。啊，对，我看一眼。你这么晚出来，你女朋友会不开心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女朋友，说啥呢？哎，你的电池哪去了？我不知道，你可能是他吧。他整的？啊，你看他对里面多好奇。行，小猫还挺可爱。那个，你买电池安上就行了。什么样的电池？就是，电池啊。啊。大概这么粗，然后这么长。啊，行。那我先走。啊，这么快就走了？啊？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我给你拿个水喝吧。嗯。这个空不行吗？哎，行，太客气了，我这。嗯。那我先回来。嗯，行。那哎。哎，这电池不搁这儿？没有，这你看错了。啊？看错了，不是电池。啊，不是吗？不是，看错了。啊。是我家猫玩具啊，行，那我先回去了啊，行，哎呀，还挺不好意思麻烦你的那个，要不我改天请你吃个饭吧？啊，嗯，什么玩意儿改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那行，嗯，行，改天呢我给你发微信，好不？啊，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行，拜拜。拜拜。